月亮的山那个夜色，然后刚这叫美女狂欢，对啊，那我想起了一首歌，莫名其妙的就来了。以后都可以来2026找我，不过虽然说我应该不会在班上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一小段影片了。天不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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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不算。
要。刚才各位看到那段影片是我们后制一个人独立完成的，那不管觉得大家做的是好是坏，都请给他一个掌声跟鼓励，好不好？那段影片是我们的一周年庆纪录片，那我们一周年的时候就会去办一个活动，那我们等一下再跟大家详细介绍。我们天文社还是一群对女性很有没错很重要的个性人设组成。那么天文社在去年举办了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是第二天。那么如果想要看到满天星的银河划破天际的梦想的话，天文社就可以帮你圆这个梦。那么因为星星嘛，晚上才看得到，所以我们社课时间会安排一些关于地球或者长天问题的课程。然后课余时间的话，我们会跟其他学校，比方说附中、立山、天文社，一起去合办一个关心活动。那么特殊天文景象、月食等等的，我们会办一个大型的校内观测活动。在第四个寒暑假，就是刚刚看到那个纪录片，就是十二个。那我们预计今年寒假的时候还要再去一次合欢山翠峰，那么我们就等待您加入。超冷的。参加天文社的三大好处。第一个，天文摄影送你珍藏两相宜。假设有心仪对象的话，可以做个天文摄影的照片送给他，或者是学弟妹们当做见面礼哦。那么社交活动认识新朋友，还有高价礼器。那么下面这个分解释。好，这是我们昨天活动照片，大家可能看过，这是我们火车组，然后。生活简历，这是大家在做红包手电筒，还有警局也来关心我们这个关心活动。被抓走了。好，天文摄影范例，这一张是数位相机拍出来的，隐约可以看到一些银河哦。那但是呢，因为是数位相机嘛，所以杂讯光影比较不多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，只要出问题，单眼相机就能找，可以相信我。那这个就是数位相机拍的，中央这是金牛座。这是我们用长时间曝光，大概一分钟所拍出来的结果。这张也是。那么，中间那条绿色的线绝对不是 UFO， 是绿光镭射笔。好，那么当天翠峰听起来都是15.5度，所以非常冷哦。那么寒假我们举办这个活动的话，更有可能到0度以下。那时候直接上面解露水，最终打了仗。天文社欢迎你们加入。老皮，老皮。探险播报，探险星空，天文社等待您加入，谢谢大家。